天上的乌云正渐渐被太阳拨开，打开窗户令到阳光可以进入房间。你可知道冬日即将过去，春天仲遥远吗？持续关注疫情，难免忧虑加深，意志消沉。尤其是被迫改变的生活日常，导致很多人对于生活大小事逐渐都提不起劲。为保健康，需要重新找回生活的热情，找到心中恒定的平和。不妨从唱歌开始提振精神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7:30与2台的天下中横探，疫情过后的温暖处就在这里。